是你识嘢，够胆嘅攞兵器出嚟斗过啊！我嚟。 不堪一击，你到底系边个？你唔需要认人啦，只要认得呢把剑就得啦。<笑>剑要认，人都要认。咁你就睇清楚啦。好，我揾到把屠龙刀之后，自然会嚟揾你。我哋走。 快啲追！唔使咁心急，你韋州姑娘冇事嘅。佢要攞屠龍刀嘛？都話唔使心急咯。你想知道佢哋去邊度攞，最好就唔好打草驚蛇。你知佢哋去邊？我哋去海邊等佢哋好唔好？好啊，小超，趙姑娘。咁我哋行啦。 不如喺度休息下，等到听日再起程啊！哦，婆婆啊，我哋听日要去边度啊？到咗听日，你咪自然会知道去边度咯。而家问咁多做咩啊？ 你休息下。哦。你仲企喺度做咩啊？哦。老实讲啊，凭你而家咁嘅武艺，根本就冇资格做峨眉派嘅掌门。我知。除非。 你攞翻你峨眉派镇山之宝啊！你系话倚天剑？除咗倚天剑之外，你峨眉派有咩好嘢？但系倚天剑已经俾人攞咗啦。你放心啦，等我揾到把屠龙宝刀之后，自然就有办法闯翻把倚天剑噶啦。婆婆啊，我哋系咪听日去攞屠龙刀啊？多事啊你！ 嗱，我话俾你两个听下，呢个秘密你千祈唔好泄露出去啊，知唔知啊？知啦。
嗰边啊？我有啲事要先翻屋企。啊？放心啦，我哋实会追到金花婆婆，唔会俾你嗰位周姑娘走咗去嘅。我咪为咗佢啊！真定假啊？我唔想去你屋企啊！哈，我边度有话要请你去我屋企啫？你问下小超。我知道你好憎蒙古人，所以我都唔敢。我哋喺呢度等你。你哋喺呢度？好啊，呢度几幽静啊！咁我先走先咯。张公子啊，不如我哋同赵姑娘一齐去啦。点解？佢会笑我哋噶。哦，系啊，我哋一齐去啦。早晨啊，早晨，早晨。我啲嘢做好未啊？啊，做好啦，你啲嘢，你等等啊，我攞俾你。注意。多谢晒你，一共你成为。你唔好讲咁多，呢啲你嘅酬劳。注意拎住佢，我哋走。啊？郡主，不如入去大厅等下啦。唔入去啦，我要喺度陪张公子，佢怕见到阿爹噶。后生仔，个个都系怕见长辈噶啦，尤其是我哋王爷咁够威严啊，有啲人啊见到佢仲打冷震啊。郡主，呢度系山下嘅金元宝，五十个银元宝。好，你同我放喺马背上边啦。系，我哋上马啦。禀禀郡主，咩事啊？呢个王爷调用天下兵马金牌，王爷话郡主你可能有用嘅。好极，我哋起程啦。郡主请。大家起身啦。多谢郡主。张公子请坐啊。哈尔巴尔将军，我有啲事要吩咐你去做。是，郡主即管吩咐。郡主，关于你知道点样去做噶啦？听令。留意啊！大家做嘢快手啲啊！
啲嘢搬曬上船，就擺曬落倉底。今次我哋出船唔知要幾耐咧嚇，叫咗你哋唔好問咁多嘢噶啦，呢啲係軍事秘密。係我女人想知，咁就叫佢俾心機等你翻嚟啦。阿老大啊，我哋呢水船叫咗你唔好問咁多嘢，快啲做嘢。老大啊，你睇嗰邊。喂，大家快啲落嚟列隊。你哋起身啦！多谢夏将军。老大啊，夏将军带住嗰三个咩人嚟噶？我唔多事。到你啦，快啲啦！諗下先啦。張公子，誒，呢位周姑娘嚟咗啦。对不住，我哋呢只系渔船嚟嘅。渔船一样可以载人嘅啫。系啊，不过我哋要赶住去攞鱼。老大，我哋开得船未啊？起锚啦！好。对不住，请你找我第二只船啦。阿黎，呢啲就系船钱啦。我哋上船啦。是婆婆。好了，今次你可以跟周姑娘同舟共济了。这些就叫做缘分了。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他们来了。我知道了，各位金花婆婆有什么吩咐你照做得了。哦，原来你一早就知道金花婆婆会来这里。合子一算嘛，其实我的法术这么高，
應該我做魔教之主才啱，你話係咪？我哋捉埋盤棋啊！唔捉啦！睇下你啊，見到嗰位周姑娘上咗船之後，就神魂顛倒。咁夜啦，你仲唔休息啊？唉，白夜婆啦，唔瞓得咁多嘅。系呢婆婆，我哋依家个航线啱未啊？我就想嚟话俾你听，从而家开始，你要稍微偏右一啲啊。系呢婆婆，你到底想去边个地方咧？你问咁多做咩啊？照我吩咐去做啊嘛。是的，婆婆，你似乎对这个地方很熟悉的。还不去？是的，婆婆。我哋架船向南面去噶，系咩？你点知啊？睇啲星。去南边唔好咩？冰火都系喺北面噶。或者金花婆婆另外有计划咧？佢唔系揾义父。唔使理咁多，而家呢个环境咁幽静，你唔中意咩？你估我而家谂紧咩啊？唔知。我希望只船而家沉咗，剩翻我哋两个留落喺啲荒岛度。系胡思乱想，瞓觉。咩事啊，婆？我要埋岸。埋岸？埋边度岸啊？灵蛇岛。你要去灵蛇岛啊？唔好啊，嗰度冇人敢去噶。你照我吩咐做啊嘛。咁好啦，阿福啊，你快啲话俾老大听，阿婆要埋灵蛇岛啊。云姐啊。咩事啊？原来婆婆佢哋要去灵蛇岛啊。灵蛇岛，灵蛇岛系咩地方啊？哎，提起呢个地方就得人惊啊！所谓生人勿近，如果我哋去亲，一定会死嘅。咁古怪嘅地方，我想去行下。我哋真系要埋去？嗯。喂、哎、喂，上嚟、哎！打开啲个屁！船撞到石啊，老大！大家齐用两后推啊！好。
用力啦！用力啦！边用力啊？袋前边。就饶你一命，屠龙都喺度，有本事攞。呢几位丐帮大侠光临鱼蛇岛，点解唔同我呢个白爷婆讲声啊？得翻我翻嚟啦，我一把刀先。婆婆實會幫佢嘅。我哋同佢又打。谢大侠，你的武功盖世，晚辈佩服。就请谢大侠开恩，放郑长老下山，他的性命就由晚辈来抵偿了。好了，陈友亮，你总算是一条好汉，你抱姓郑的下山，我不会难为你。陈友亮多谢谢大侠不杀之恩，不过丐帮有兄弟死你手上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的。好，只要我不死，一定等你来。丐帮擅闯宝岛，请婆婆恕罪。矮石后面有人出来。你啲暗器都放得几准啦？你叫咩名？做咩要扮船夫嚟跟住我？我哋系巨鲸帮，本来喺海上行走嘅。呢位兄弟见到几个丐帮喺度欺负一个盲眼嘅老化，睇唔过眼，所以我官到金毛狮王，
虎落平阳，今日要领巨鲸帮嘅情，我点解要翻嚟咧？谢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请你唔好怪我，我就知道你嘅性格，所以先唔敢出手帮你嘅啫。韩夫人，你今次翻嚟打唔打探到我儿子无忌嘅消息啊？我走遍咗中原，都找不到他的消息。婆婆，殷姑娘，你想讲咩啊？冇嘢，谢大侠，我婆婆冇呃你。韩夫人，你去冰火岛度找我翻嚟，你咪话过知道无忌嘅下落嘅。你话揾无忌翻嚟，等我父子团聚。三哥，你知噶啦，佢有手有脚，你叫我去边处揾？我辛辛苦苦翻到嚟，点解唔俾我见到无忌呢？无忌，你系我唯一嘅亲人啊！殷姑娘，当日你劝无忌嚟灵蛇岛，佢有咩说话同你讲啊？当日我劝佢陪我去灵蛇岛，佢不但止唔应承我，仲咬咗我一啖添。而家牙印仲喺度啊！呢啲系事实嚟噶，我冇呃到你啊！三哥，我相信无忌一定系俾武林派人收埋咗嘅啫。只要你借把屠龙宝刀俾我。再次去到中原号令天下，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逼他们将无忌交回给我们。三哥，那你真的不相信我了？这件事很难说，我借信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如果我没了把屠龙刀，就马上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唯有我自己去找你了。你仲唔走？我哋走先。谢信，你唔使旨意离得开灵蛇岛。灵蛇岛上面真的有很多古怪的，丐帮的人为什么会在岛上面呢？金花婆婆又为什么会知道谢大侠在冰火岛而接她去灵蛇岛的呢？钱姑娘，我真的想立刻去见见我义父。你们都隔别了十几年了，不争再等多几天了。金花婆婆这个人你固然是要提防了，而丐帮嗰个陈友亮都唔系好人嚟噶，点会呢？佢咁够义气，佢宁愿用自己条生命嚟代替郑长老噶。郑公子，乜你咁容易俾人呃噶啫？我俾人呃？当然啦。嗱，如果当时谢大侠嘅屠龙刀一刀斩落去，咁陈友亮就一定死噶啦。佢自己亦都知道，无论佢点样求情都系冇用噶。因为谢大侠不想被人知道他的行踪，一定会杀他灭口的嘛。那他唯有假仁假义，愿意说将自己的命来代替郑长老的命，等谢大侠真的以为他是一条好汉，不用杀他嘛。你还记不记得陈友亮当时并没有跪在这里求情，而是摆开了两个招式。是獅子搏兔同埋降魔踢斗兩式。嗯，如果謝大俠真係唔領情，一刀斬落嚟，咁佢又點呢？
而家想通咗咧。赵姑娘，你一眼就识穿陈友亮个诡计，我谂你一定厉害过佢噶啦。你而家讽刺我啊？你咁怕我嘅，你做咩成日跟住我啊？我就系知道你无时无刻都想加害于我，我时时都提防你噶。提防我？咁点解我喺你手上边加咗啲毒药，你都唔知咧？是去腐清肌膏。剛才你只是聞到我溝咗喺藥膏嗰啲胭脂嘅香味，聞唔到原來嘅藥味啫。好啊！狗咬女動賓，不識好人心。我點樣不識好人心啊？人哋唔抵得你咬個丑八怪隻手。你都咬咗我咯。但係唔夠深啊，所以我要加啲藥膏，加深嘅傷痕。點解？就是因為你咬佢嘅傷口夠深，所以佢到而家都冇忘記你。我要你今生今世都記得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咬你隻手。咬得細力，我又怕你唔記得我；咬得大力，我又唔忍心。所以咪加啲藥膏，加深啲嘅傷痕咯。其实你不咬我的手，我这一世都不会忘记你的。真的？我不理啊，我要咬回你的手，等你这一世都不会忘记我。不真的。张公子。什么事啊，小超？刚才我见到金花婆婆和那个很丑怪的姑娘走上我山坡那里。一定有事，我要即刻去。张公子，我同埋你去啊。唔好啦，万一我出咗事，你都可以接应我嘛。你等等。呢把剑你攞去防身啦。屠龙刀、倚天剑都系武林至宝嚟嘅，我谂。攞去啦，咪咁婆婆妈妈啦，冇嘢防身点得咧？唔该。小心啊！婆婆啊，我真系唔明点解你要用呢种方法对付郑大侠。金花婆婆布置呢个陷阱，想伤害我义父。谢三哥，谢三哥，韩夫人，而家已经深夜啦，有咩说话日头就讲啦。我哋都几十岁咯，仲使乜咁拘束？男女之间一定要守礼嘅。但系呢几十年嚟，我同你都好似兄妹一样啊！想当年我哋四个，紫衫龙王、白眉鹰王、金花婆婆就系紫衫龙王，同埋青翼福王。过去嘅事无谓再提啦。但系我点都冇办法忘记，当年喺光明顶。就只有杨教主同埋谢三哥，你系对我好嘅啫噃。仲提啲恩恩怨怨做咩啊？我哋闯荡江湖嘅人，又点可以恩怨唔分明呢？三哥，我好希望你可以将把屠龙宝刀借俾我，等我去同嗰个灭绝师太算翻呢笔旧账。韩夫人，
我知道你的事，你借把屠龙刀，目的不是对付灭绝师太，而是对付杨逍范瑶。咁啊点啊？咁你到底借唔借啊？韩夫人，你知道我借相从来都唔受人威胁嘅。好极！韩夫人，你逼我动手，我借相好难过。借信割袍断义，以前四大法王联盟结义，呢种恩情从此断啦。情意要心中有几多重，仇恨又却是谁所纵？情仇两不分，爱中偏有恨，恩怨同重。忘情弃爱，世上有真英雄？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，难忘你恩心，我偏偏有恨，相思难容。情如烟，万里恍惚；愁如海，百般汹涌。要共对亦难，分也不可。爱恨乾坤，迷迷惘惘，苦痛有几千重，愁愁怨怨，待那日才可终。屠龙刀以天剑斩花断，心中迷梦。屠龙刀以天剑斩花断，心中迷梦，心中迷梦。Bye.